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.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？ 就是那个呵斥孤儿，不勉励人赈济贫民的人，当宰礼拜的人们，他们是忽视拜功的，他们是沽名钓誉的，他们是不肯借人生我的。